刘雪华的编剧老公邓玉坤坠楼身亡，享年64岁。周日，刘雪华在上海替亡夫举办告别式，两人的好友芳芳、张玉恒、吴敦都赶来致哀。因为是丧事，大家都低调，不愿受访。刘雪华更是被拍到一身黑衣，神情哀戚。她的好友林美瑟在部落格上透露，刘雪华瘦到不成人形，在告别式上哭着问她：“这是戏吗？”当天到场的制作人阮前芷也透露了刘雪华的现况。很多啊，瘦了大概3圈吧。对，原本已经很瘦了，又瘦了3圈。不会不会，他不搬离那边，他说他要跟邓哥在一起，而且他穿邓哥的衣服，戴邓哥的帽子。12年的夫妻情画下句点，刘雪华日后将面临人生另外一个问题。现在还好是，他的3个姐姐跟一个哥哥都在他旁边。我有跟他说，我说当大家都回归自己正常的生活的时候，那才是你最难过的开始。壹电视刘怡采访报道。